保存不容易，台湾不能吃泡菜。发酵的东西在这边，你要特别好的保存环境，不然就很麻烦。我曾经遇到一个案例，他就是从韩国买泡菜，然后就回来之后那个袋子就空起来了，他吃了之后猛爆心肝炎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超市33频道。